果其实成果还是很显著的。我们第一个项目相对生根比较久，在三明市泰宁县更独立家。那后面呢，我们也去到了下党村，然后今年在古田、在平潭也都一直有项目，其实陆陆续续的都有一直在各省内各个地方。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打通线下到线上，紧随大陆全民分享汤的发展趋势，将扶贫先扶志落地到乡村里，透过互联网加为乡村赋能，期许我们为推动乡村前进贡献更大的力量。如果你想当个拥有万里美景和清新空气的新农民，那么请到福建加入我们吧。这里的金山银山一定会让你收获创业的人生价值。请记住，我们是来自台湾的福建新村民。